工程师应该死了。我刚死的啦，工程师那两个工程师吗？刚刚有一个是在拜访旁边的。工程师不是换侦探吗？任务剩多少？剩两个，快好了。我剩一个。我都跟那九天玄女我都还没结，不好意思。九天玄女也忙着在通灵，原来你只有结一半，不好意思。我在当他的那个首要信徒。反正我这边是应产团。对啊，我是应采诺因啦。我觉得没关系，我们还没有拍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那个。团团，对不起了。嗯，你不喜欢吃香菜。嗯，所以呢？那我要收回这个票，我要投波波了。笑死！哎、欸，公司职业好好笑。等一下，爬板。哇，只能说诺英这波六六六，因为他是。还在那边 BN 我，哎、欸，收集死我，还在 BN 我。没有，这是 Bobo 的选择，我你们一般人都不会 BN 的 ，Bobo 都这样对你，他好扯。好笨哦！他好扯哦 ，Bobo。好扯哦！他死定了，下一场我要 BN 他，我要当通灵。刀他，刀他，弄他，弄他，刀他！气死我了，公然 BN 哎、欸。团团那个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是侦探，所以他可能看到只有一个脚印过去，他觉得奇怪。没有啦，我。但是你知道就很尴尬啊，因为巫师咒人可以啦，可是人太多了，感觉还是要帮忙刀。对，我觉得用刀的其实也是好选择，只是没有想到他是侦探，然后他居然看着脚印，然后还回头啊。对啊，好扯，我好相信团团哦。没事没事，我可以啊啪。哎、欸，可是团团在那个阿汪那一 round 踩得很厉害、欸。说你是那个幼儿，对啊，所以基本上他的身份已经超级好了，就没办法跟侦探队，其实还是比较难一点。嗯，你那边很秀，来哟、哎，上去上去。哎，诺英刚死哦，诺英在电房前面，刚死而已吗？对，刚死哦。刚刚灯是关掉的，然后经过的时候怎么亮起来？我先按了，发现是诺英。哦，我没看到尸体实际位置。他自己有没有知道自爆？没有，都是说知道自爆。因为的确现在其他的人都是好的职业的啊，都是好的啊，可以相信了。我不知道有，你知道我前一天不是一直跟着你吗？不是，你看起来超怪的。你真的很奇怪，你看起来你一直贴到他身上哎、欸，你看起来超怪。哎，我是坏人，要刀就早就刀下去了、啊。因为我一直贴在波波旁边。可是那其他人呢？小雨刚刚有在谁旁边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在接外送的电话，不好意思。难怪我刚刚想说，你可不可以保我一下？我一直引诱你过来跟着我走。我看到学长在旁边，啊、我很害怕，想做这。然后，那就是对啊，就这两个。繁星，你觉得嘞？感谢雨轩的超级留言，把钱留给自己。我从第一天就觉得哈吉怪怪的啦。哦，哈吉。啊，因为这个诺英刚走过去就死了哦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写完电是我嘛。对，然后我跟诺英往那个树房走。对。啊，我就一个人去右边那个医疗室扫描啊。这个真的是零秒前死的。对。小丑死了啦，没关系，没事啊。我小丑。小丑已经死了啦，太难了啦，不会玩。我强烈怀疑 BOBO 在 BN 我。没有。哎呀，我绝对支持拉爸。哦，他在 BN 你，好扯。反台，你是不是没有看到我走进去？因为我躲起来。没有，我有看到啦，但是我原本想说你关灯应该不会往右走，就应往右走，那就没办法啦、啊。因为一般不会往右走，但因为你是侦探，你可能你脚印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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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般的话都会往左去开。你还刚好跳右耳，好屌、哦。卢米怎么第一刀就先刀我？私人恩怨呢、欸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先把你砍下去，只要管你是不是小丑，先砍就对了。先砍就对了。阿纪还敢自刀自爆，前科累累。被天谴。哦、oh. ，那我们再换张地图哦。然后没有啦，好夸张哦。
真的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就是在逼人，我真的觉得好扯。我没有，以前的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晓得为什么变这样了。真的，他今天这对我比较过分，是不是因为变成那个代言者？代言人。就今天嘛，我觉得他最近好像都这样子。你要确定？今年好像都这样。对，今年好像。今年太久了吧？这么严重啊！今年特别严重。记得画面，记得画面。哦哟！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跟我讲职业，我快笑死。我那个是你的虫虫吗？是，那是小雨的。哦，他长得好可爱、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有那个虫虫啊？我有买，我买了。好可爱哦，好像。哎，它可以解啊，有一个雪地的。哦，雪地。所以哦，有买才有。下面，就慢慢解啊。哇，之后大家要有了。他很多免费小宠物哎、欸，还有雪人哎、欸。可是我之前有一次判断是不是凶手，就是对啊对啊，就是这个会有点危险。可是那个小手后面有一个花，哇，那么可爱。哪里可以看、啊？还有小雪人。雪地没有啊。有啊，雪地下面呢、啊，应该要买吧，要先买。Polis 的那个，我觉得要 DLC 买下去，不是不是，里面的钱就可以买啊，在外面买。要先到外面买。对，要在外面买。还是我们先去买？下次，下次，下次一定。下次再说。OK， 下次一定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大妈？只是九天玄女的信徒，现在全部都做面包了，是不是？好、欸，哎，碎啦，太棒了，耶、yeah ！会杀人的法国面包，好烦哦、喔。虽然不知道梗，但是讲好像很好笑。烘焙王啊，没有看。贴。那我们现在那个侦探换医生可以保护大家，因为这个是大艘的船啊，超级巨大啊。然后咒诅师大家会想太多啦，那我们就换成魔术师。啊，还记得魔术师的技能就是把大家短暂的五到十，好像十秒的十秒都变成灰色的人，所以在那时候刀人根本也认不出谁是谁。好危险啊、哦！很可怕哦，鬼图来了。哎、欸，是哪一张？我先贴，不然要死了。那个船，那个船，那个船，最大的船。好，大船。然后我们变一下那个啦，变一下蚂蚁的职业。耶！蚂蚁的职业改成秃鹫，秃鹫，吃三个鸡腿就会获胜。目前秃鹫还没获胜过。持续加油！不要在第一个死。这次有三个内鬼，对不对？他一定可以知道的。好，那就来加油！头痛越来越多，这个。他记得法术可以，他是画画的那个啊。噔噔噔，好人！他们都奇怪的爆炸头。还是我的头比较可爱、啊，我的头有乌龟，跟我的头两颗头很可爱，嗯，然后还好多毛，嗯，原始人，对不对？很多毛，啊，真特别，吓死吓死！你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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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嗯，跟我说出你的名字。跟我说出你的名字是 BOBO、哦、然后有人就倒了，弄你两个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看那个禁闭室到浮空台那个闪那个圆圈圈那个那里，禁闭室到浮空台，哎呦，幼儿吗？是不是你啊？应该幼儿呢。禁闭室到浮空台，哦哦，左上金库旁边。然后那时候在附近的有学长，
跟繁星，可是往繁星往下走，学长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我不确定。若依，你看到是谁的尸体啊？我看到的是土司喵的。那有诱饵吗？喂，我在那个呢，你应该看错了呢，我是在厨房那边呢。那就是阿汪。厨房那边没有呢。重生的时候。档案室出来，我没有过去呢，我档案室直接下到淋浴间。你，繁星，你在厨房哪里？等一下，你是说进闭室是很早之前的事情吗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就只有几个人在那边而已。进闭室很早之前，他拍桌这个很快，他说他最后鸡腿倒在那。对啊，那个是应该很新鲜吧？因为我那时候关灯一路往下走，走到观景台那边准备解电的时候，哎，对啊，应该，对啊，你看，我觉得你看错了多。啊，可是，那先这样讲，现在首先我想先问有幼儿吗？因为没有幼儿，可能就他了。幼儿有开啊？你要我是通灵师。哦，啊，还是被诅咒？学长是幼儿吗？我不是，露米是幼儿吗？我不是幼儿啦。谁？我是你是幼儿？你为什么到挨家挨？什么都不讲话。干嘛都不讲话？因为我很神秘嘛。刚刚档案室那边是露米，然后阿汪跟我生在这边、啊。然后机房的话，可以知道有谁出生吗？我记得有三个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机房、厨房跟档案室。我这边是厨房，然后我这边有 BOBO。哎，然后因为我们解任务是在武器室左边，所以繁星说他有下来，我们是没看到啊，但也有可能刚好错过，就不确定。我路上有经过麻衣，对，我那中间其实有被魔术师变，对，有变一下，有，所以也有变魔术师的。哦，对。那有谁在机房出生吗？团团哈记呢？我可以讲。那我们是在禁闭室出生，禁闭室往下。我在火场吧，然后我重生的时候只有哈记而已啦。然后呢，我就在那边解完任务之后，我就往医疗室，然后电房，然后原本要去大厅啦，然后结果突然关电了，我就要折回去，要准备去电房修的时候，你们就拍了啦。就这样，结束。所以这边如果比较有狼的机会，可能就是禁闭室那边出生的人嘛。对对对。啊，禁闭室出生的人有谁吗？学长，学长还有我，我们三个而已。应该还有一个，我记得有。还有那就是还有土司喵。哇，所以我会怀疑学长。I don't know。有天玄女会杀人吗？我已指定哎。定他输，不好盘啊！鬼图啊！诺英他最后有跳灵媒，而且他的反应我觉得偏好。学长跟繁星，怪怪哦，吓死！有可能是他们，另外就不知道了。我觉得这些都远离一下。太可怕了，麻衣好吗？啊，不对，这绕一圈啊，这关，我觉得这关跟人了，因为这关任务其实是要少一点啦，这关任务太麻烦了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拍的。噔噔噔噔，又变，是不是太变了？你们两个是谁？感觉这一只比较坏。哎呀，关灯。太邪恶了，感觉那只比较坏。繁星哈记，他们两个彼此交错，所以也不确定哪一个是好的坏的。但我感觉刚刚其中有一个想刀另一个，或者是在做假任务的感觉。哈记走了，哇哇哇哇哇，在做任务吗？看不出来。先来冲个澡。这关藏的任务不能太多啦，不然太难了。噔噔噔噔，哎，这个，等一下要调一下了。啊，每三十秒一变哦 ，BOBO 啊，每三十秒变十秒，所以 CD 等于就变成是二十。